军争。重磅回归，重量级讲师摩拳擦掌，重拳出击。所谓奇疾如风，说的是行动如风一般的迅速，飒气纵横 Slash Zhang。 所谓奇徐如林，行进的步伐从容一致，铁拳将军 Take Down。 所谓侵略如火，如烈火般猛烈展开凌厉攻势，热血英雄 Andy Soul。 所谓难知如阴，低调做人高调做事，坚毅英雄敦敦派。所谓不动如山，坚固信念不可动摇，奉献英雄冯玉恩。所谓动如雷震，以雷霆万钧之势主动出击，运筹英雄周丽。团队的最高标准，瑞为组织的目标。2022年11月10日，瑞为国际第四季领袖培训会，泰国曼谷。军争二，乘风起势。